大家也知道 MPV 其实在早些年都被大家叫做商务车或者说保姆车，就能看出它的属性呢，其实前排并不是这种最重要的位置，它的中后排体验是前几年大家买它的人或者说最关心或者说甚至唯一关心的，甚至说是驾驶的体验啊，这种操纵的轻快感啊，能耗啊，其实在五六年前七八年前 MPV 没有大范围普及的情况下，大家对这些没有说太多敏感之处，但是随着这两年大家可能对于二胎三胎啊，以及说是真正大家也似乎发现到了 MPV 作为家用车这种比较自由比较灵活比较好用的这种点之后，像这两年的 MPV 市场也是一个大爆发，这两年 MPV 每年都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增速在增长，并且现在我们能看到早年间我刚从业的时候 MPV 的销量排行榜几乎不用看，第一肯定是 GL8， 这是毫无疑问的，再往后呢可能是奥德赛啊、艾力绅啊，早期可能还有马自达8等等等等，奔驰 V 这些的，就基本上 MPV 这个榜的销量榜单几乎就是固定的，没有什么悬念，它不像轿车像 SUV 一样可能这种争夺非常激烈啊，像可能上半年的轿车榜前三位跟下半年的轿车榜的前几位都是会随时变化的，但是 MPV 那会儿不是，这个现象其实也就是从22年开始左右打破的，传奇的第二代 M8 一上来之后也是一个爆款，月销基本上能做到七八千台以上，然后 E8、E9 整个 MPV 家族在更新之后，其实整个传奇的 MPV 的销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以及说可能在大家在街上看到更多的腾势 D9 啊、蓝图的梦想家呀等等等等的，现在中国品牌的插电混动的 MPV 真的是百花齐放，甚至就连曾经的老大哥别克 GL8 也几个月前刚刚推出了，应该就是北京车展吧，推出了插电混动的 GL8， 就是上绿牌的 GL8，现在这个车在北京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常见了，就绿牌的 GL8， 所以其实也能看出来大家现在对于这种 MPV 市场呢，从以前的纯商用不考虑家用不考虑能耗也慢慢开始转变了，现在买 MPV 车主的人他们对能耗也是很敏感的，这个其实转变是非常非常快的。